70年前的今天，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，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，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，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现在开始。